亲爱的李川信理事长，还有我们台湾国家联名哦，那个李先生，还有我们的周副总，还有台湾教授协会林嘉和林副会长林教授，还有我们台湾社张业生张社长。还有台湾永社杨聪荣杨理事杨教授，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刘志坚刘会长，还有我们台湾永社郑文龙郑理事长郑律师，帅哥舞，咱慈晖文教基金会廖执行长，还有我们的谢财福谢副导，还有我们台湾传统基金会黄时成黄董事长，接下来是还有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谢南强谢董事长。再来是咱桃园三五零零国际福人社的前总监陈宏修陈医师，各位国际福人三五零二地区前总监林黄章林总监，再来是万国电器的赖吴美珠董事长，再来是咱的孙乃义教授，还有我们的陈荣瑞陈教授，还有我们的王图发王教授，还有我们侨委会的前副院长郑东兴郑副院长，还有我们杨洪洲杨董事长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洪家俊洪理事长，再来是我们的廖福特廖教授，然后我们台湾二十一世纪妇女协会，台湾二十一世纪妇女协会里面成员有很多，其中还有我的国小老师陈老师，再来请咱台优娜台湾联合国协进会，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朋友，再来请咱孙德雄孙教授，还有我们的叶赛英叶法官，曾兆昌曾律师，还有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赖鸿燕赖社长，陈怡生陈教授，还有我们青色关怀台湾协会的朋友们，还有咱喜乐岛联盟顾问团李执行长，还以及顾问团的成员，还有我们林西文教基金会，还有我们李焕一苏家传办公室的朋友，我补充介绍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咱云林时代力量要参选的，叫廖玉贤，廖小姐。好，所以咱今麦要来邀请咱的许世凯许大使，也是咱过去咱的驻日代表，吼许大使，伊进前够钓这个吼，就拍钓这个日本旭日重光章得主。阿姨的资历吼，我们看那个就知道，他是非常的丰富，对咱台湾跟日本这个方面吼的交流，他是贡献非常多。咱今麦咱的时间交我咱的许世凯许大使高台上。这里刚刚是国书，我
主持人，甲各位贵宾，啊，第一，首先我只真爱先表示，我对这个啊基金会二十个周年，这无简单，因为是各个发展，而且不止一回，从九年公开始，十年是一个高炸。已经过去的古早，无简单，那个古早，这个话，这个拢在古城里也是古板。已经过去的古早，啊，开始第一年就不难，到时这个较侪人得来支持，所以第一，首先来敬酒，先祝贺。这个古鸟啊，这个就是小可有讲，咱有看讲。这几年来，这几年有四个国家，咱诶所谓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大家看迄个断交安怎看？这有啥？就是讲今日断交我一直照去啊，咱有迄个国家照，也真欢乐。其实你若谈民间互相，不是啊，咱是互中华民国。这个怪物，有的物件变出来的结果非常害甲台湾咯，袂当做一个新平等的国家，这才是事实。按照这个事实来看，是咱应该爱甲迄四个国家，跟要解释多些呢？你咧帮忙讲，迄中华民国不是啊？伊咧甲咱徛甲同款。要消费中华民国，所以蛮幸运的。所以呢，有蛮困难，实在是对这个代志，唔免讲真烦恼。等到上古者，就是叫你讲吼，我愈少愈少，卖开始讲先进台湾的国家出，迄个已经是机哦，一直啦。伫这个中间，嘛是有一个偏颇的。就是讲，咱爱做一挂正的啊，正的，用台湾名义搞一个来搞这三项社会运动、政治运动。这中间，咱即摆都提倡一个较强的武器，就是在讲公道。啊，咱若要想公道的事哦，咱爱想一下。就是讲，什么人是主权者？这个国家主权者是啥？这连迄个所谓中华民国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主权者是国民，所以无可能就是主者地方遐国民。到尾啊，一几个跑委员、大副总统，迄不是主权者，也是予人民、国民、主权者来选，但是。真古怪，但是这个公投发变做小鸟啊，小龙鸟、小鸟龙，变成大鸟龙而已。这个国民呢，这个主管权、主权者的地位无往尊重，咱也是叫收掉。所以这点，咱那里。改名这个这个啊，就按咱台湾公道这个来做，这样发挥人民的力量。而且我这就是啊，这个那个情况啊，起码这个政权的这个高度，中华民国高度，其实啊，伊的功能。上大功能拢在创啥？就是咧维持较无二十个，遐小国卖钱开，卖啥资源开，甲点咧维持遮个条件，这都无必要物件。咱拄则讲遐人很少，咱的机会是增加。我这个物件吼，唔好用危险，所以我提案讲，外交部这个物件，伊的功能爱大改、爱大修改，要创啥？都爱来做这個。我要来冲下面，我要来冲平台。当然，安尼是
用空调的情况来杀，这是很实验。啊，那呢是这个大机构，大机构闹水井啥物啊？但是迄个内底，我伫遮，甲大家推荐。啊，大家啊，拄只也咧讲，看迄个大家真朴素啊，伊过去的经历，伊的学问的心经，伊这写的物件，要认真啊，讲较好。大是讲国家先上话好，伊拢相当深，可能是台湾大家咧讲，讲这个唔是伊个问题啊嘛吼，所以是伊是真红受用的人，甲真内行的人，所以应该啊，这个机构爱护陈勇志来做，唔免讲规个啊，讲内底规个吼，规个啊，这个主导者。应该吼，这个政府老招啊，伊较早就爱来强强单强强，来做这方面，来实现台湾新移民的国家的出现，多谢。